好，再来呢，因为刚刚我们有跟所有的这个聊天室的朋友们预告过啦，因为这个我们的豆花妹她会说告白的台语，对不对？等一下要考你喽，你有没有做准备？老实说没有，但是我最近工作人员有一个爱讲台语，我觉得我有点点。是谁？是现场这两位吗？不是不是，是黑皮哥，他就每次都会用脏那个台语的一些话语来骂我，我就觉得哇，有学到哦。好，对。那既然是台语的告白的话语的话呢，那个粉丝们一定要好好的听，因为每说一句都会打动到你心坎里，有没有？动动啊！对，好，我要考你咯。嗯，第一句叫做“我喜欢你很久”。这个我别拿够哎，我搞一粒就顾哦，哇，很棒耶！你真的有学，其实有学，因为这其实有，因为我身边工作人员他也会讲这句话，嗯，台语，他说我很怕我着凉之类的，就叫我要穿外套啊什么。哦，好，第一个是我喜欢你很久 ，OK。第二个会越来越难哦，好，我要先那个。第二个是我偷偷欣赏你，我偷偷的欣赏了。啊，偷偷偷偷是什么？偷偷啊！好，我偷偷欣赏欣赏心力啊！我要偷偷。陈俊，你现在整合一下，你整合一下。我太难了，这八颗星哎，拜托。好，我你整合一下。好，偷偷。观众朋友，偷豆花妹的我偷偷，我要偷偷欣赏你。啊！心，哦妈呀！我实在是不会哦，应该是我偷偷心心笑心笑你，是吗？是吗呀？谁出这题的？在场没有人会台语，哇！谁会？别好，那个网友们说，我偷偷心赏你，心笑你。哎，他说两个都这么台语都这么破。哎呀，被大家发现了。好啦好啦，八颗星完之后下一题。嗯，我觉得这怎么可能你会念呢？对，再来。我哈你很久了。我哈你，我哈你，我哈你很久了。几？我哈你就顾就好，哈你就顾哎。天哪！对吧？差不多啦。哈是花哈你金顾哦。啊！网友们作弊。你照顾我，在说什么呢？骗我？对，我哈利，我哈利主顾哦，主顾哦，或者是就顾，就啊，金顾就顾。好，他昏倒了，他昏倒了。他说怎么办？以后你有想要出台语歌吗？哎，我有唱过那个加厚，而且我是很认真，我在睡觉的时候就是一直听，一直听，听到隔天唱到标准，这样对，就是去学口音，因为这是江蕙姐的，要致敬。那以后有没有要自己出？然后卢广仲的这次的专辑里面就来一首台语歌啦，你有没有会下一张专辑来放一首？有可能吗？如果你们想要听的话，你们不会听一听昏倒的话，OK 啊， okay. 这都可以尝试，因为这算一个突破，对嘛？哦，突破，台语真的好难。再来是。你要，这到底是谁出的题目？你要当我的七辣吗？你爱懂我诶七辣吗？差不多。你爱懂我诶七辣吗？你爱七辣，七辣。你爱什么是七辣吗？七辣，这是你出的。好像骂成，哎呀，有点肚子饿了。七辣就是女朋友的意思吗？现在有人讲七辣，我觉得有吗？很少，我也不知道耶，女朋友吧。好，你会唱一只小雨伞吗？会。哇，因为之前那个百万大歌星有唱这首。那有网友想要听听看，你是会很好要现役吗？这个我就没有办法运用技巧唱歌了，就是大家见外了。好，对，所以就算了，是不是？就是哈，啦啦啦。最近压着几支小雨伞，露露多。这个我真的不能唱专业度，哎，真的不行。我们唱可爱度啊，没有关系，超可爱。告白台语版不要害我，太难了，真的耶，我不会。小雨伞是这样唱完了。对，我那时候就是用一个大家有点要跌跌倒的。好，对，三句啦，也不错，好不好？钢琴蛮标准的。嗯，对，好，再来喽。我煞到你。我煞到你啊！我煞，又不是广东话。我煞，煞有台语哦。煞感觉就是台语。
哇，那就是瓦萨萨萨丢，瓦萨丢利，瓦萨丢利。我要来看帮他作弊的是谁？这位网友的这个账号是，对，没错，就是瓦萨丢利，瓦萨丢利哦。嘿，再来喽，是小姐你好可爱，我可以跟你约会吗？休假。有哇，怎么样？你好可爱，你好高追，我可以跟你约会吗？哇，可以，我会约咖喱约约咖喱约会哇，休假你真够追，我会使咖喱约会吗？我会使咖喱约会，约会。我的台语应该比豆花妹好。我有在进步了啦，真的有进步。因为其实我看过你之前上一次的那个，真的，我因为我以前真的太难了。那个我因为我以前其实家里就像我姐姐，她很排斥。念讲台语、是，然后我妈妈他们会讲台语，他们会不听，也听不懂，然后就会生气。啊，久而久之就不会说了。对，然后我妈妈他们也就间接就都讲国语。哇，对，就会比较就没有什么接触。可是大家都说好高追呢，吼。我会再去学正确一点。好、没关系，因为刚刚我们听完的是有趣版本，那再来我们要讲一些正经的啦，吼、这次正经的呢叫做天公腾。红狼，我天公疼憨人，听金肝丹，听这个哦，天怎么说呢？天公，其他真的很可爱耶！我第一次采访他，我真的，我真的觉得他很可爱，逼死人了，就是没有办法。天公疼红狼，天公疼红狼。对不对？对，好，很少讲到这种吧，对，不会比较少一点。下一句更难呢，这我都没听过。三人同心，黑土变金，我想是本土剧的台词吧。三人同心，黑欧土变金，下次出新专辑的时候，这就会再来一次哦，你知道吧？太难了，不行，真的很难的，因为这个很少。不会，不会。他的意思呢，就是同心协力，困难的代际也会成功哟。对，怎么念啊？对啊，三人同心，变金的感觉是金哎，金哦，天哪，是金，怎么叫我来呢？金吗？这怎么会这样子呢？金。对，冰。好啦，那个反正下一次他出新专辑再来到平和帮的时候，这句一定会再出现一遍，因为实在太难了，好不好？转眼呢，时间就过了，对不对？而且这一次呢，我们刚刚说到，其实豆花妹她很有画画的天分，台语也在持续的进步当中。对，因此呢，接下来这次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康哦，因为很会画画的豆花妹就要送给我们的粉丝朋友一些礼物啦，对不对？我们一下一下到了前面，好不好？好的，好的。哇，这。